嗨，L 的朋友，我是巧巧，我是慈修，你开心就好。啊，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。五颗家宴啊，快被你搞疯！我有很仙吗？你才仙吧！啊，你是想到说我有很仙吗？我刚刚想到说有仙丹吗？下一点，下一点，不要给他讲屁话机会。我觉得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怪，可是有时候我也很羡慕，就是你不会被人家打乱，这是我最欣赏的。刚刚也在自己的世界，他常常一直在自己的。那我最欣赏你的是，你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气场的人，你走到哪里气场就到哪，可是你真的聊起天来相处起来又很随和，哦，很亲切，就那个气场并不影响你跟大家交朋友跟大家的距离，我觉得很棒。最近的话应该是无神之地不下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最近很好看啦，就根本还没看过，超好看的。嗯，很不看可惜。差别我觉得没什么差别，碧曲比较严肃啦，不能玩啊。我知道差别是什么啦，因为这次我们有去台东，所以我们有点像室友，就是我们会去彼此的房间，哦，宿舍喝一杯什么鬼的。对，有，我有去他的房间找他，他就是那种会把阳台布置得很舒服，对对对，点个蜡烛啊什么的。台东就是很 chill 啊，就是比较安静，对，然后台东蛮放松的，还有那种好像真的认识彼此更多那种感觉。嗯，有更放松。嗯， We love you too, I love you too。 哦，我写书很慢，我上一本书写了八年了，所以我觉得会啦，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。八年吗？那我应该会比你快出的。他其实已经出，你是这是第二本吗？他第一本书我有买，叫做《我听过了一首诗》。我天哪，好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觉得太酷了，这个书名。我是说这个书名。自拍秘诀。自拍秘诀。你又很会自拍吗？我根本没有看他在自拍，我还是有啦。秘诀就是你不要摆 pose pose pose， 你要一直按一直按，然后你要动。但是我这样子拍，我的照片都是糊的，不能拍那么大啦。但是就是你要做一些让你身体会放松的事情。我也是因为这个工作，我才开始学习。哦，我知道要自己为自己拍一些照片，我要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没有艺人身份，你爱拍照吗？可能就比较少。我也是，我超不爱被拍的，没有到那么真的是因为工作需要。他应该是天生的吧，他很会哦，他三句话里就有一句屁话哦，我自己紧绷五句就有一句屁话。我觉得我只是很喜欢乱接人家的话，就可能是因为拍戏的关系，就可能那个剧本读到某一个桥段的时候，我自己在看就会幻想说，哎，如果这边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那时候什么突然谁出来干嘛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喜剧，对，就完全不一样。喜剧节奏，我就会都会想象一些很荒谬的情节在下一步发生，然后我开始会不小心把这些 always 讲出来。哦，我觉得哇。我觉得我只有一句话要讲，没有自信没有关系，好棒哦！做完 ending 了，谢谢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哎，因为如果这是你原本你最自然舒服的样子，嗯，那你就去接受它，好像不一定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好。嗯，不愧是有频道在跟人家聊心的，而且很奇怪哦，当你告诉自己没有关系的时候，常常别人就会觉得你看起来很有自信。好，决定下部戏开始乱演。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想要知道更多我们的事吗？就要追踪 L 台湾往上滑。